极度罕见，美国科学家发现双头蛇。科学家在野外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双头铜头蝮蛇，并感到欣喜若狂。北维吉尼亚州的一名女子发现一只铜头蝮幼蛇，在她的院子里爬行，仔细查看发现它有两个头。 X 光片显示两个头都各有自己的大脑、气管和食道，但共用一颗心和一组肺。科学家说，根据蛇的解剖构造，让右边的头进食是比较好的做法，但是由于左边的头更有主导性和反应能力，因此他们也试着喂食左边的头。在野外看见双头蛇是很罕见的，因为他们在面对危险时常难以协调行动，因此寿命通常不长。双头蛇还可能会彼此竞争，争夺食物。虽然这只被发现的幼蛇并没有出现竞争的情形，甚至还好像几乎忘了彼此的存在。两栖爬虫学家将持续观察这头蛇的状况，如果幼蛇成功活了下来，可能会被放到动物园或教育机构展示。别忘了，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。